我有个提议，嗯，他不说你没有一些落地的东西吗？嗯，你敢不敢挑战一下？你选一选某些企业，然后你现场给他设计一些他的 logo 和他的一些平面的一些设计图。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来，掌声欢迎。来，这个是考验基本功的，非常非常考验。嗯，考验基本功和这个实力的，蛮难的。嗯，因为我之前就是其实我来之前是了解过大部分企业，然后我想想，就朱老师，你们那边潮客文化，它是谐音为那个潮流的那个潮，是不是？然后就是一些潮流的 IP 啊，那些是动漫的设计。对，更多的是画原画、漫画的。哦。对。但我这只有铅笔，我可能没法表现色彩，我尽可能的去试一下。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他身上有一个特别大的，就是做设计师的优点。现在很多设计师其实是完全不会画画的，但是设计师会画画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加分非常多，非常加分，90%都来自于会画画。是的，是的。我从即兴的角度说一下，因为我搞音乐，即兴板块我比较熟悉。我是觉得即兴对一个人的要求是，你除了本身专业你要很强。第二件事情是你要有感觉，就你那个灵感瞬间能喷出来，而且它还马上沉浸进去了，你看。对，但是我觉得说实话啊，这个挺难的，你临场去做两个 logo 出来。他很不是张扬，但是他很有实力。超英姐朱涛老师啊，很少在这个舞台上夸人很少夸人，他今天这么夸嘉欣阿姨，是真的是我看的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设计类的，他应该是我见过最好的了。谢谢你们的夸奖。我先做一个，就是做的那个潮客文化的，然后就是我先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logo。然后是就是其实我大部分就做的是一个圆形嘛，然后圆形的话，先是就是潮字上面不是有三个这样的图形吗？然后我就把它运用到了这个里面。然后中间其实大家能看出来吗？是个鸟。对，是一个鸟。然后我自己开始在想那个潮字的时候，我可能会先想到是鸟巢，就比较温暖，然后就是先做一个这样子的感觉。画的并不好，但是这也太难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 logo 设计出来，我觉得再顶尖的人也做不到。但是他做成这样，你的评价是什么？我觉得敢做就已经很不错了，他在几分钟之内有自己的想法，这件事儿能跟你交流就已经很不错了。量力而行，真的。其实朱涛在帮他，不可能这么快的，不可能的。一般像我们哪怕只是做一次大会的主视觉，对，一般也需要1-2周以上的时间。对，而且要出多稿，对，然后最后大家比一比。然后你现在赶紧斯凯勒画一下。好，我想想。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在设计的过程中本身也有很多头脑风暴的环节，我想着就不如在台上的时候去探一探自己能不能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东西做好。我们那个 logo 是请了一个大师画的。我知道，我当时看了一眼，那我就在那个基础上我看能不能有提升，可以吗？好呀。好，试试来吧。我记得那个 logo 还是我想想。其实我那瓢虫我还是想是可以延展一下。其实花姐你确实需要有一个平面的设计师进去，然后让你的衣服有迭代，跟年轻人这块更潮一点。是，而且我这边他来了之后可以下个月就出作品，就我可以马上变现。花姐，我想说啊，我站在他这儿，我看嘉欣人家画这圆是真圆呐，这给我一圆规我都未必处得值啊，这孩子真行，画真圆。哎，我想有个问题问问阿姨。哎，你好。哎，我们觉得你孩子专业一个绘画就已经很强了，但是我看到他有特长爱好，除了绘画有弹吉他、摄影、旅行，我觉得这4样里面有3样我都不会，我想问问你们是怎么培养的他可以这么多才艺。这个都是他自己去学的，他自己喜欢，我们没培养过他，因为哪怕就是他学这个美术画画这一块，我们都从来没培养过他。学霸是怎么养成的？是要授权支持。 OK 了哈。好，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我当时记得那个斯凯勒的那个 logo 是这样子的嘛，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像临场把它改了一下，因为我知道斯凯勒的那个 IP 是一个瓢虫，然后同时他就斯凯勒好像每一个字也有他特殊的寓意，就思想、凯旋、快乐，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三角的一个观念，所以我把三角这个形象融入进去。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两边的圆是引用原先的这一个图形，我觉得它更像一个正在展翅的一个瓢虫。它逻辑是对的，非常好。我觉得在那么短的时间它能够去创作已经是非常好了，它是一个有创作灵感的人，而且人家了解你的品牌啊，对对对，而且做了很多的工作，还能够是的很清晰的，对吧，阔老师，解读斯凯勒这三个字到底背后都是哪三个词。我觉得很有思想，而且有创作灵感，非常好。他能接受这样的挑战，他却认真做了功课，而且能够有自己的一定的思想，对于一个大四的学生来讲，我觉得至少达到了我心目当中对他今天面试到此刻的这个要求。他的态度很端正，就是一个学生的状态，对，然后能够很诚实的叙述自己的能力啊，过往，对。第二点呢，他之前展示的那几个作品，在审美，在一些艺术性上，确实还是非常不错的。明白。第三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确实大量的企业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大家对于目前他展示出来的匆忙展示的作品，是有很强的包容性的。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一盏灯都没有灭。